我们今天呢讲对联，对联呢，因为啊，现在还很普遍的被运用啊，所以呢讲细一点。第二呢，对联可以说也是中文系的同学啊，他们呢应当具备的一个很基本的常识要甚至实验，因为呢他在韵文学里边可以说啊发展到最精炼的地，精炼精致的地，也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语言语文达到最精粹的程度。所以呢，如果把这个弄清楚，其他许多相关的你就可以怎么样，像任督二脉一样就打通了，打通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啊这个认知。大那一年，我回乡，当年呢，我们的这个故乡，我出生于台南县下营乡，那么四岁以后成长于乌山头脚下六甲乡，我们这个两个乡啊，在元宵、中秋的时候，都会办灯谜大会。灯谜我们讲过了，那时候我猜了很多。还有灯谜大会，在下营乡一定有一个附带的对联，就出来一个对联。谁能对上啊？这个能对上对联的奖品就是比较高的。比如说那天那时候一条皮带啊，那一条皮带的这个奖励在那个时代算相当高的，它可以限制，这叫凤点格啊，已经呢给你罩住了。而他写的是上句，中天月朗，西风凉。我怎么对呢？我们那时候对上了或者猜上了，就打鼓；如果错了，就敲锣啊。所以被敲锣就很有一点不好意思啊。我对的是这样。各位，我那时候是大的，当然就敲。事后我看看，我对的好不好啊？我对的这个起码犯了两个大毛病。看看有哪位同学可以说我的两个大毛病在哪里？我觉得啦，我觉得是中天跟秋色对不起来了。为什么对不起来？我不是中文系的，所以我也不确定。但，但中跟秋平仄好像没有相反，这是第一点。然后再来是，感觉他们的词性好像。不是很工整，对对对对。好，这一能看出这一点不容易啊。
很好，你不是中医系能看出这一点，了不起了。有个方位，西风冷的西是方位，那么那个朔呢？是不是方位？时间？不是时间，朔就是北啊，北，所以也是方位。不过你能留意到这个方位的问题，已经也很好。好好，你来。这样算是合掌对吗？就是上下去其实讲是相近或者是同一个意思。对了，好奇啊，它有合掌的毛病，有合掌的毛病啊？为什么？哪一部分合掌啊？西风冷跟朔气寒吧，就是它句尾的冷跟寒其实都讲同样的东西。对了，了不起，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好，能说到合掌，就可见各位把这个文章读得相当到家了。中天和秋色不是对得很工整，但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啊，你也注意到一点什么，就是对我啊，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意义和音声调的问题，也要顾虑到词汇结构、词副词的词性结构。所以副词的词性结构，我们会专门来讲，把副词结构的原理掌握住了，你对对联的判读才有一把钥匙。因为秋如果要对得非常工整，那也要怎么样？春夏秋冬，对不对啊？或者用什么呢？和哪用的差不多的？甲乙丙丁，类似这样。将来我们的词类的问题，我们这里边很讲究20个品类，对不对啊？名词的20个品类，那20个品类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大概把它记下来。说中天，这个中就是来形容怎么样，天，就像秋是来形容色，这个物质结构叫词组，色。和天在词性里边只有名词的相对，所以你刚才发现就觉得不那么工整，这个是很好。第二，文理不通。为什么说这个里边文理不通呢？秋色，请问秋色是什么？是秋天。秋天的时候会不会有朔气啊？秋天的时候只有吹什么风啊？西风啊。那朔气是哪里吹来的风啊？北方的风，这文理不通。刚才说的西风冷和朔气寒，意义上是重叠的，没有开展，这是对联的一大忌讳。也就上联和下联的境界要怎么样？要利用正面的怎么样？正面的开展，或者反面的映衬。也就上下对联的意义要怎么样？要丰富的。你合掌就像两个手掌合起来。它再宽大还是一个手掌，所以叫合掌就是没有开展意义。可是乡下人不知道，反正平民这都对了，名词对名词也都对了。
我在书里边也写到年轻的一个作品啊，在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下营乡呢盖了一个庙，这个庙呢什么神都有，第一层呢就是这个地藏王菩萨啊，也有孔子，也有观音菩萨之类的。有个社团按他经常活动，那个社团就叫紫云社，那个厅堂紫云社活动的地方叫昭善堂，乡里边的人就说我是台大中文系毕业的，又已经研究所了，所以应当呢把这个寺庙里边呢的对联叫我做一做，所以我一口气做了二十几首，其中有两首啊就比较门面，这个对联呢给那些和尚啊和主持人都极为赞成，因为用的语言都是怎么样佛家的语言，尤其用的叫什么，这个就潜入了里边这两个重要的字，明信明心，子民社中宣明法，善男善招善堂善众善根，主体的这个都怎么样名字相反，这两个字呢都是方位，属于方位，男女本身心性都是对的，这样对我这样也不对，还有昭明可以说凭着还有字词都非常工整。各位知道地藏王菩萨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吗？他呢发下心愿啊，如果呢地狱里边还有人不能够超度啊，那么他就永远要在地狱里边来超度，发下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我给他写的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合掌的地方，但是呢他这种合掌是有其必要，因为两个上下的意义完全不同，凡是写佛里边的寺庙，你用的语言是不是要切合他的语言呢？要切合这些，所以我们里边的明啊、善啊、善男善女啊、明华善根，同理这个是什么？愿力，这是佛家的语言，慈悲。地藏王菩萨
他要渡空那地狱的恶鬼，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渡完，可见人类罪恶的太多了啊！所以他不空地狱，不成佛，常住幽冥，常住这个，切合这个人的这个神的性格，按他的特色给他做对。好，我吹自己吹嘘，说到年轻时候的这两个对联，我现在再请问各位，你慢慢有没有琢磨出我们对对联如果要掌握他的研究的层面或者探讨的切入点，应当从哪几方面？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各位能不能体会出你们读了以后，包括我说的对联，如果我们要探讨它应当有什么样的层面，这个层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切入去研究的切入点，切入点正确，就如庖丁解牛啊，挥挥乎游刃有余。如果切入点不对，那么汉格阻碍重重，常常事倍功半。层面如果不完整，多元性就不足，你探讨的多元性就不足。好，各位再用一点脑筋，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先分析什么，要不要先分析对联的过程，对联的元素啊，你把元素弄出来，它的层面不是也出来了吗？它切入点不是也出现在里边？它可以分成同质性和质类相同的对偶性，还有平仄的神律性做切入。嗯，还有呢，就是两点嘛，像刚才这里边有没有特殊的这个语法形式啊？所以它的这个词句的结构、语法的形式要不要考量啊？所以就不出这三点，平仄的相反，对我主体在什么基础啊？从词性开始，但词性事实上还有什么呀？副词的结构，光词性的事实上是不作用，词性是单字，在中国的语言需要副词很重要，所以副词的结构，第三就是整个句子的，可以说句子的文法性的结构，这三方面。我再问各位第三个问题，如果问各位对联的起源，能不能找到一个定点呢？所谓定点就是说从这里开始，容易不容易？如果不容易，我们常常都会用什么来做叙说？是文献里边哪一个出现的最早，对不对啊？可是文献出现的最早，拿我们基本认知，会不会是果然差不多最早，还是有一种
更这个忙呢，更可能的这个什么呀，超越这个文献记载的长远的时间，那就是关系到什么问题？我们语言运用的问题。对我是单行的还是双行的？双行。我们平常说话基本上是单行的还是双行的？基本上单行，但是会不会常常运用到？会不会常常运用到双行的对偶啊？也就古人所说的单笔与复笔。什么叫单笔呢？像《史记》那一种文章是单笔，像《汉书》《晋书》这些以后用就是复笔作。复笔的意思，这里边常有对我的现象。其实啊，各位，这个物理啊，基本原理是很相近的。如果没有善，哪会有恶呢？如果没有美，哪会有丑呢？所以，如果没有单，哪会有双？如果没有双，哪会有单？所以，基本上实质上是同时产生的。只是单比较容易字，所运用的比较广。你拿我们读的古书《论语》《孟子》，说好多是对我性出现的，《诗经》里边也有好些对我性。你最有名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水霏霏。这是单行还是双行？是单笔还是复笔？当然是对我的。哦，说到这一点呢，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们都读过《诗经》这几句吧？你看，这是古人对这个我，到后来对我不会更同正词吧？可是你看，今夕来往，这两个都是这个等于是动词的语尾。就是动词的词尾，这也是我们说看着、说着、穿着的这个动词的词。依依霏霏，得自延伸副词。杨柳当然不对，雨雪，这个雨雪到底怎么样讲？雨雪是什么意思？雨是当动词还是名词？赞成当动词的举手。雨雪就下雪，一个。当名词的举手。这个要当名词，为什么呢？因为它和什么都有啊？杨柳，杨和柳是不一样的。杨的枝条短，我们台大的“醉月无边”就有杨树，
阳春三四月间会飘雨，各位去三四月左右，你们去一阵风吹来，连续飘荡，那是杨树。柳树是下垂的，枝条长，所以杨柳是春天两种这个植物。那为什么我们都把它看成一样的东西呢？因为中国语文呢、很有趣的一种约定俗成。你作诗要不要平仄啊？要平仄。你要用平的说，你就用阳。虽然你看到的是柳，你最多加个垂杨就好。那柳呢？要仄声你就用柳。就好像鸿和雁有没有分别啊？大雁叫鸿，比较体型小叫雁，所以你要平声就叫鸿，归鸿；你要仄声就归雁。这个亭台楼阁，对不对啊？你要平声就亭台楼，你要仄声就阁。或者是谢，同义词，常常为了做事做，所以雨雪杨柳啊，那可见霏霏是一边下雨一边怎么样下雪，有没有看过一边下雨下雪的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东边露出西边雨的情况啊？那是不是一边下雨一边晴啊？我在密西根大学那一年，密西根呢，这个十一月以后开始下雪，十二月雪就很大。有一天呢，我看下雪，我最喜欢下雪，因为我那时候就说自己是夏虫，不可以雨冰，没有经历过。那我看，奇怪，今天这个雪有点怪怪的，我就撑着伞，上边怎么滴滴答答，我就把它伞倒过来，哇，洒在那个伞里边的是一颗一颗的小冰珠，那同时也飘着雨，这是不是雨雪霏霏啊？我在德国也看过同样的情形，说下雨下雪是绝对有的，绝对有的。当年我的老师屈万里老师啊，他大概没看过这个，他是经学大家，这个我们都信服他的讲法。他说这个雨是当动词，雨雪就是下雪。可是当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时候看到说，哎呀，原来雨雪霏霏是同时有。各位，这个是对我里边它两个都要做名词。你看它对我来说，沧海月明珠有月，蓝天日暖玉生烟，几乎讲这个诗的人，蓝天日暖玉生烟，一定会把这个蓝天讲成什么？陕西的蓝田县，蓝天种玉的典故。请问有没有沧海县？有没有沧海这个地方啊？沧海只是怎么样？蓝色的海洋。所以，当你用蓝田要来对我沧海的时候，它会不会是地名啊？就不是地名。
所以南田就应当是什么碧绿的原野啊，碧绿的原野。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介阴啊，介意是有这种现象。不过从诗境诗意来看，这个南田不应当做地，而是按苍苔取的词汇结构，苔是名词，做它的主体，苍来形容它，同样南也是形容的地。如果你做地名，就专有名词，就不能这样来解读。那么这个诗的境就不一样，语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对偶里边呢、啊，要看工整不工整，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啊。145页。对联可以说是我国最精致的文学艺术形式，也称对子、楹联、楹帖、春联、联语、联句等。它的句式自由，长短不拘，词语精炼，寓意深长，对仗公稳，声情和谐，文采激昂，趣理盎然。它与群众文化生活密不可分，与书法、建筑、民俗相结合。可以书之宅门，可以悬之厅堂，可以使古迹生辉，可以使山水增色，可以做立身之格言，可以为讽刺之利器，可以出自口传，两相宜达，也可以诉诸笔墨，投赠争对，可以是文人骚客的益智游戏，更可以是百姓的文艺活动。尤其春是春联，更是千家万户、百业百行所踊跃参与、所喜闻乐见。所以，钟策纵先生说，对联不但不仅是骈俪文中附庸之附庸，倒应该算作民间文学主体之一，而且在庙堂文学、士大夫文学、山林文学和文学家诗人文学中都占有一席地位。周氏之语极有见地，也因此本书视之为俗文学重要的议题，并详细加以论述。这一段为什么念给各位听？就是当你啊写一个题目，你总要破题，对不对啊？破题就是在前言里边要交代清楚对联的重要性，对联的内容，对联的机器啊，对联的形式，是不是在这个简短的那个内涵里边都充分把它涵括了？这个就是所谓凤头，文章开头一定要抓住人，亮丽的使读者哎觉得震撼，他才会好奇的或者觉得读下去对他帮助很大啊。这个是当初我写这一段大概也有神来之笔，所以很快把这个，你看这里面用了很多怎么样排我的句子，对不对啊？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这个排我的句子都是对我的作用，但是这样排我他的力气就大，笔势就强、啊、那这个对联，对联的源流 啊，其实呢我们说过、啊、因为中国的文字里边呢、啊、每一个字含有三个元素，每一个字有哪三个元素啊？形、音、意。形只是个符号性，这个形是来做什么呢？做什么呢？做音和意的载体，对不对啊？没有这个形的话，音和意有没有可以一绑啊？不能一绑，所以它是它的载体。因此
我们的这个语言里边呢，重要就是音和义。而我们的音和义呢，即使是在各国语言文字都一样，但我们的音和义呢，和洋人不一样，就是我们一字一音，对不对啊？一个字一个音节，我们一个字也等于构成一个形体，所以变成单音节单形体。请问单音节单形体，如果用对我来说，是不是恰好可以非常的均衡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对我啊，恐怕是世界文学里边对我最精炼的地方。其实对我的观念，我在这书里边写了有哪几种层次啊？像这个就关键的地方里面了，而且这几大层次是我分析出来的，别人没那么说的，可是各位呢把它掌握住了，你就知道对人所谓对我的观念呢是有广义狭义，有这个宽松和精炼的分别。打开一六二看看。所以在中国古籍中运用对偶已属常见，考对偶的运用则意先于音，然后音义兼顾，其层次大约有以下六个等级。第一，意义分量相等；第二，语言长度相同，词性相同；第三，平仄相反；第四，名词类别相近；第五，名词类别相同；第六，词句结构形式相同。以上六个等级，在后之等级具包含前面等级之条件，也就是说，等级越高，对偶越工整。大体说，第一级只见于散文，第二级为一般对偶，第三级就诗而言，则为近体诗律。近体诗律诗之基本条件，称之为宽对。其后第四、第五则越趋工整，称之为临对与工对。所以这六种啊，各位要把它仔细啊，能够了解。意义分量相等，我们写文章会不会常说？你说读书与报国，你说就读书而言应当怎么样，就报国来说应当怎么样，像这样两个段落是不是意义分量相等啊？东边有什么样的山，西边有什么样的水啊，从东西的景致就是一个对偶，这意义分量相等啊，这是很宽广的对我的观念。第二呢，就是它语言长度相同。语言长度相同啊，有两个意义。各位，一个呢是以音部句子停顿来算的，这叫句长。第二是押韵韵脚的出现来算，这叫韵长。韵长的观念是绝对存在，可是古人呢不注意，没那么说，把它建立理论是我开始。比如说明月几时有，这是句长，五个音节，所以它的句长为五音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天出来了，它运了，往上一算几个音节，十个音节，所以这个运长是十个音节。十个音节比起我们的语言习惯长了，所以要摊破，要把它分开两句来读，所以它就五五的摊破。那么接着，不知天上宫阙，
这又是个剧场。今夕是何年，有个剧场，那个年数又出现了，所以年以上有几个音节啊？十一个音节，摊破为六五两个剧场。现在这个语言长度懂了没有？是分作这两个的啊。好，有语言长度的制约，所以对联摆起来怎么样就均衡了啊。一般的认知是从这里开始。接着呢就又讲到声调了，声调就初分为怎么样，平和仄，是平仄相反。第四呢就是名词类别相近，开始讲这名词的类别，那就是上边是这个属于什么样的名词，下边也要属于什么样的名词。当然我们也有什么动词、形容词、副词，那对联的这个词性的对偶啊，主体是建立在名词方面啊，名词类别名词相同，最初级的只要名词就可以。那名词里边就分成不同的类别，哪不同的类别呢？佩奇，你再把它念一下，就是162页的下边那个。对偶的工整程度，则依存于名词类别与词句的构成形式两方面。就名词的分类而言，有天文、时令、地理、地名、公事、器物、衣饰、饮食、纹饰、草木、鸟兽、形体、人事、人伦、人名、史事、方位、数字、颜色、干支等20类。就词句的构成形式而言，有叠字、连绵字、双声、叠韵、巧辩、流水、错综、倒装、疑问、问答、句中字对、格句互对、借意、借音、借字面等15种。像这20个类别，哪些类别彼此之间比较相近呢？天文对天文是同类，这个是最工整。那天文对时令，那就是邻对了。那天文时令、地理地名呢？尤其天文时令、地理其实也相也颇为相近，说宽一点来说，这三个是可以算接近的。排在一起的呢大概都比较接近，可是地名呢它是专有名词，所以就不能和天文地理时令来对的，但它可以和地理来相连。公事、器物、衣饰，这都是人住的用的啦，所以这三类之间又是接近的，可以叫邻对。饮食啦、纹饰啊，这两种也是人生活里边常会用到的，所以可以说相邻。草木鸟兽也接近。形体是人的形体，人事、人文这三类也可以说比较邻近。人名和史事，历史上的事，常常也是和人啊。人、事、时、地，人、事、时、地都可以算是接近的。那方位、数目、颜色、干支这四类也是相接近的，相接近的叫邻对，单一的就叫公对。所以各位把这20个类别呢稍微放在心上，在
分析、批评、看。当各位呢有说如何要来讨论一个古代的这个诗人、词人、曲家，你懂了这些，就可以去看他写作的技巧，他这个技巧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就可以拿这个去衡量他。另外就是所谓这个他的词句的结构形式，词句的结构形式的根源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什么文字游戏，文字游戏所具备的条件，所以它有这个叠字延伸物质，连绵字就是常被沿用的一个这个物质，双声啊，声母相同，底韵韵母相同，巧辩就在形式上有它的一贯性和变化，流水就是有前后两句有因果关系或者是什么关系，两句连缀下就叫流水，错综啊，错综我记得我也给各位写过我自己的一个对联，还记得吗？我给你们写的，我最喜欢，我平生只买两样东西，是什么？书和酒，所以我就有这么一副对联。这么两副，我的书法家朋友都把我拿去写。其中呢，前面这副啊，师范大学的国文系的汪中老师啊，汪宇安啊，他是一个书法大家，他是个书法大家，他看到以后主动写给我，他改我一个字。他为什么要改这个字呢？为什么？啊，哪个同学可以看出来？好书分些别人读，读是什么呀？入胜。美酒留点自己喝，喝也是入胜。国语是平声，所以两个入胜。按规矩，这个应该这声，这是平声，所以它改成干。可是各位觉得看看，读一遍，我的原文：好书分些别人读，别也是读书；好书分些别人读，美酒留点自己喝。如果汪老师的好书分些被人读，美酒留点自己干，你们觉得哪一个好？直觉的感受，赞成我原文的好的举手。觉得汪老师的改的好的举手。当然你们巴结我说我，可是事实上还是我。为什么呢？两个缘故。美酒留点自己喝，这个喝呢包含了意义广，多少品尝都无所谓，可是你要留点自己干，那干又怎么样？干杯就是他，我已经留点自己喝了，这个留点啊怎么能干呢？所以这个语义前后不一样。第二，入声本来就可以在
这个韵文里边是可以当平声用的，啊，所以它变到国语的是平声。第三，它的自然，啊，喝酒有没有人说干酒的？啊，所以它语言之间的自然。胆回是不是很慷慨啊？好书分些别人读，可见大部分都谁读了？我读了，只分些别人读了，所以大部分都我读了。否则你买书干什么？买了摆着不读怎么行？美酒留给你自己喝，那大部分都是水喝掉了，酒党的朋友喝掉了。所以这个气味在哪一支啊？哪一支它的这个，我们说那个眼目啊，诗的眼目、诗眼、记眼，这个是它的的记。这个是我在这个有一次我到。我有一年在斯坦福大学待过一阵子，我一个朋友叫庄英，他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书法家，他们庄门师兄弟在艺术文坛上很有，他看到我写的这个对，他也没有写，一个，你们这个对，美酒如美人。当仁不让，好书是好友，莫名一世。各位，像这个在对我来说，这两句都是成语。成语，当仁不能对莫名，不让也不能对一世，但是。当然可以对母亲，不但可以对母亲，而这样错综倒过来就叫错综，倒过来有平平仄仄，这里仄仄平平，类似这样就不一样。146页第三行，但是律诗的形成非一朝一夕，所以唐代以前的文献已经有对联的迹象。《晋书·陆云传》云：“云与寻，隐宿未相识，常会华作。”华曰：“今日相遇，可不为常谈。”云因抗守曰：“云间陆是龙。”隐曰：“日下寻鸣鹤，鸣鹤隐字也。”云又曰：“既开青云堵白雉，何不张耳弓狭耳矢？”隐曰：“本未是云龙睽睽，乃是山路野鸣。兽为奴强，是以发驰。”华府长大笑。按陆云字是龙，寻隐字鸣鹤，此以两人名字作对，以鹿谐为鹿，是谐为士。寻取其意为草名，日下又从寻字生发，用此相互嘲虐。而云间陆是龙，日下寻鸣鹤，平正又其公稳，已堪称为公对和妙对。像这段的解读，就不是一般人呢能一眼看得出来。近代的这些士大夫啊，最流行的一种彼此之间的雅兴是什么？清谈。什么叫清谈呢？谈的这不同流俗的这个语言啊，不同流俗的语言。那么类似这样，就是清谈的那个样子之一啊。那这个不同的流俗的语言里边，就含有第一吹嘘自己，调弄别人，
还运用我们所讲过的什么东西啊？文字游戏啊。说文字游戏，为什么我们会？虽然我们花的时间很少，但是要告诉各位，把它读一遍了解，因为它其实在我们的文学里边是常常会出现的。你比如说这里边云与寻隐似未相识，这云是陆云，寻隐啊是另外一个人。常会华作，这华就当时也很有名的一个叫谁啊？做博物志的张华，啊，汉华一起做这个座，当然就座谈了、啊，闲聊啦、啊。那张华就说：“今日相遇，可不为常谈。我们今天碰在一起，不要说一些啊庸俗的话。”这个已经可以看出，你看几个三个文人在一起，他们就要倾谈一番了。云看所曰啊，云张这个陆云首先就自己呢举手啊，就先发言说：“云间陆世龙，云间呢是因为他名是云啊，这陆云。”那云间陆，可见这个陆是写哪一个音呢、啊？牛马羊鹿的鹿。云间里边的陆，这转化就是龙，所以云间陆是龙，把这个是谐音为是。这个寻隐呢，就说，你看那个寻，寻隐的寻，草字头里边有个什么啊？有个日，所以他日下寻啊，日下的寻草，太阳底下的寻草，明鹤，所以就和这个云间陆世龙，日下寻明鹤对偶。啊，陆世龙又是谁的字啊？陆云的字。明鹤又是谁的字啊？寻隐的字，所以这个妙不妙啊？非常的妙，很精巧。那这个记载说，明鹤隐字曰：“啊，明是寻隐的字，啊，因为寻隐的名气不如陆隐。”隐又曰：“既开青云堵白字，啊。”既然我呢，这个陆世龙呢，已经打开青云，啊，看到什么有个白字，在这个寻下，啊，在这个寻朝那边寻下，何不张耳共学而死？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字设了呢？隐曰：本位是云龙魁魁。啊，本来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腾挪在空中的云中的龙啊，啊，原来呢，却是山路野米，原来不是龙，是山路野米。说这个嘲龙嘲讽谁啊？嘲讽陆云呐、啊，硕为奴强。那个路算什么呢？我的弓箭太强了，是以发指，所以我就不射杀他。哇，鼓掌大笑，就彼此之间呢互相调侃，啊，互相调侃。好，类似这样的，各位啊，我们的书里边呢，常会引用这些原点。所以我希望各位呢，在原点上仔细读，如果你读不通，你到时候就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发问啊。也许其他同学不一定读得懂，就像上个礼拜我们的那个谜语里边呢、啊，我们不是谜语有什么这个什么
延义，对不对啊？延伸意义的拆，举了很多例子。你每一个这个谜题和这个谜底答案，你自己能不能联手上？有没有看得懂？如果看不懂，就表示你对这个谜题、谜底之间你还没有真正了解。同样，离合，自行的离合，啊，这个离合的道理，就像我们举过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就是从董卓这两个字怎么样拆开来的，那已经暗示董卓必然被杀。相对理想，那学生就像我们说卤肉饭变成山东的卤，这声音的这个什么，从取其声音相近产生的这个什么，像这陆世龙，陆汉世是不是学生啊？有利用学生的啊，像这些啊，都是以前各位啊，在我们中文系读经啊、子啊、史啊、文啊、诗啊、词里边很少碰到，但是它也是流传久远，在我们这个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里边，被大家忽略的一种庶民大众的文学。其实学术学问没有什么是贵重，没有什么是卑微的。当年重视经，对不对啊？直，你搞这个不登大雅之堂，无以取功名，无以祝富贵。但是呢，从五四运动之前的民国六年，民国六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那一年是什么？那一年就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担任北大校长，他就把当初国内的著名教授，真有学问、有学养的人，一个一个殷勤地把他请进来，所以使得北大真大师济济呀！啊，北大那时候的学生，你看台大校长傅斯年就是那时候学生，俞平伯，还有我们台大的毛之水，都是当时的学生。啊，那陈独秀啊，胡适啊。胡适也贡献很大，胡适是因为后来毛泽东当年都是被胡适栽培拉拔的，只是后来怎么样故意把他淹没掉啊，这个历史的是非啊，尤其碰到政治是最可怕的，碰到政治权势啊，不要说这些小事，连父子之亲、夫妻之爱、兄弟之情都会没有啊，何况后来胡适之不是被在大陆这个批判了多少，那么很幸运的，我们一天到晚说的鲁迅是了不起的，但鲁迅比起胡适之来不一定能等量齐观的啊，影响力或者学业，可是你看鲁迅后来超过胡适之啊，我有时候啊回顾这一段历史啊，真是佩服蔡元培啊。蔡元培那时候把一个这个，因为他的声望、他的雅量、他的担当，是中国的文化，从北大开始了什么呢？北大从新文学的运动到新文化的运动，
这一连串一个大的改革。当然了、啊，新文学运动毫无问题是大家公认的，啊，可是新文化的运动有时候偏激的够厉害，啊，我写的戏曲的书里边也批判他们，啊，不一定都对，但是整体说来，给我们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啊，我们能够写百年之耻。从鸦片战争百年之耻是那个打下的地基，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雍容大度有事件，我们看一个北京大学扭转了整个中国的命运。